说那么多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今天刚看了节目才知道有这个事儿。这个，我先说那个王楠吧。这个，我觉得你呀，那个发言的时候啊，我给你提点意见。其实我今天倒是挺支持你的观点的，但是呢，我就觉得你呀，包括你以前参加那节目，每次你发言总是在指责别人另一个嘉宾，包括那黄先生。我给你提点意见，就是你先把你自己的观点先说出来。哎，先陈述一下，然后呢，你再说，比如说黄先生，你有什么意见，我反对，对吧？然后你就是好非喊着，你真是反对党，非反对人反对，上来就是哎，先指责对方，然后你自己怎么想法就不清楚，对吧？你先，我给你真的提点，你先把自己的观点说，然后再反对另一个人。这是我还有一个，然后这个我对你的那个，然后对于这件事儿啊，我其实我倒挺同意这个王楠的，我觉得嘛呢。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啊，你像那个三级政府发表这个观点，我觉得没有错，包括总理他们提的这个，我觉得没有错。关键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在哪儿呢？就这个，包括黄先生刚才说，这个伊斯兰这穆斯林这个家庭，对吧？你当时出这个事儿的时候，然后你可以在媒体呀、啊，你说我这声嘶力竭，我哭啊什么这事儿，对吧？但最后一看是个错误。那错了，我觉得这华人你上街应该是怎么的呢？你要求媒体把那家再请出来，你至少你得道歉吧，对吧？虽然你法律，我对这个都法律我不懂啊，但是我这主要是从我这个理解上，对吧？虽然你没有法不承担法律责任，但你至少你原来你说我被，但实际上你是编的，那你至少你应该在公开，或你不在媒体上，你在报纸上，在什么新闻媒体上，你应该发表一个道歉的声明吧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应该华人应该是这样，应该就是说你至少有人，你侮辱华人了，你或者你诋毁华人，然后你必须有一个道歉。至于总理当时根据当时这个情况他们发表意见，那是好，谢谢。